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快乐，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猜一个猜一个，小孩跟瓦隆呢是合体来守擂啊，然后轮到小黑来攻擂，打得非常有意思啊。瓦隆也是跳起了这个蛤蟆功啊，什么飞丝，原来是老板的意思哈、啊。看着小黑哈哈笑啊，看比赛啊，话不多说，疯狂发波啊。好，下一点中，继续牵制。小黑有点贵啊，还不出来。小黑的打法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哈、啊，不轻易出手了。好，一个跳劈，射回去，什么鬼？好，一个升龙，非常完美啊。怎么一直在角落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想要戏耍瓦隆啊，戏耍一下瓦隆。还是不出来。哎，升龙，这么稳，太稳了啊！完了，啊，继续发布牵制。看到哈，这一波小黑也是没有全主力的哈，他也是被限制了一个主力。又死了，发布牵制，时间到了，要活捉瓦隆。哎，果然活捉啊，还要鞭尸，无脸见人，看不到人了。嗯，现在是小黑打小孩啊，开局直跳劈。哎，小黑打小孩来劲了啊，现在进攻了，命中了。跳起压制，好飞走。小孩很奇怪哈，很容易被小黑克制。你看打得这么主动，静若处子啊，动若脱兔。一个顶级高手，他就是得能攻能守哈、啊，能动能静，反应还非常快。啊，一个跳低，好跳起跌，前冲又是后撤啊，让这个小孩很不适应啊。你看前冲后撤，然后再来打二折，你还得去猜他到底要干嘛，敢不敢打强压。小孩原被动了，而且没气哈、啊、但小黑还是基本上不太强压，点中可惜距离远了。哎，这一波抓小孩有反应了，但没办法，指令头的判定还是要强一点哈。看到他出来一个下吸了，想要刚的啊。
大魔王很牛逼啊，据说这场比赛他也是拿了4500块钱的那个奖励哈。好，想要折直接 AB 躲开，追不上了哈。他有点怕怕的呀，要被穿上的节奏啊。啊，无敌波不可防御，跳接直接拿下哈，牛逼。好，关注球球不会走丢。